对面闪现会有人架枪，你这个地方是不能动的。打残了，给队友爆了，他残血，但 checkin 被打倒了。是的。这还有开车的，主要是六扇门这边 ，Leo 打了队友啊，这个出现大失误，但是 Leo 还好，但是 Leo 他是不管对手，是的，不管对手还是队友，我都打了，好像这个局面对帅哥队是有利的，非常有利，因为外面还有一个兜圈子的，是的，无畏打退了，不是无理呢，他分也够呀，对呀，无理分也够，确实，他也无所谓，就他的选择怎么样都是 OK 的，但。帅哥队肯定不亏这波，是的，对，是不亏。甚至血 T 五也走了，上山了。哦，有人翻车了，蹦蹦在这里翻的。嗯，分数是被 T 四拿下给拿下来，是费子都要气死了。是的，信息。费子合圈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。是的，走 U 型山直接汇合到那个三房当中。嗯 ，Genji 有可能要回卡天霸。的一个目标，哇，简直就是无头苍蝇一样乱转，就在这个里这个附近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嗯，假如歼击变成了倒数第一，在韩国处理帅哥队这个雷差了一点点，短了一点，不过还行，是远点黄志龙帮忙了。天霸想办法拿分啊，天霸想跑，谁叫来颗雷？哦，搞到两两分，两分，两分。但是对帅哥队来讲也来了 ，Pero 贴过来了，贴到了，贴到了，两个架，两架两冲，是，现在 Pero 可以玩的为所欲为啊，但这两个冲锋的手感都巨好，天霸上车准备走了，得走吧，且战且退啊，旁边 Pero 的想象意味着 Pero 也在不远的地方，但 Pero 你从他这个角度看他进圈好像也不是很容易，他这把，嗯，怎么都现在第一名了。是的，就是找一个战斗的血液正在燃烧。是的，就哪边想枪，锤哪边就可以了。找一个快乐的队伍撞了他。嗯。哦 ，JG 也是扎了 PP。哎，天霸在顺着 JG 开 ，JG 帮他开路也可以。打队友了，刚才 EIQ。LG 跟 PP 在农场。是。哎 ，LG 这波你别说，很有可能能够拿到一个团队的分数呢。在疯狂杀人，这个大场了，打得好稳啊 ，LG。Ether、Inonix 都倒了，天霸顺着他的位置来了，天霸就一直跟着他，好拿了一分，拿了一分，拿了一分，但天霸也掉了一个。前期应该是去了那个坑里面啊，是的，啊、就这个坑，这个坑其实有点自闭啊。这个车能不能够形成一个严密的遮挡呢？还是挺难的，可惜，太可惜了。看这把 LG 能不能多拿点分 ，LG 差五分，差五分。唐弟弟已经被补掉了，但唐弟弟是倒在 GX 的外面，所以他压迫圈边的队伍的站位。是的，而且 USG 也不太敢往土路去打，现在 SQ 给的压力也很大。现在 Pyro 正面把 Coin 给突破了，突破的是最近的，最近的敌人。是的，远点圈边还有三个在架的，而且是一把后面的古斯塔夫已经到位。小左这波拉车可能会出事，马哥正面敲一枪头。小左都快拉到费子脸上去了，这个是没办法。古萨夫一颗雷，圈形也不是很给力。原点是慢把马云的分数给拿下，只有最左侧的美咖还在。但是 PP 怎么去撞了天霸呀？哎 ，PP 无处可去了呀！天霸从大仓出来的时候一波把这个坑天霸没了。嗯，天霸有点难了呀。天霸，天霸还有对面的是 BGP。突破了，普里克里把汤明给狙倒，要冲吗？土路上 ，GX 一波冲锋，武力男剩下两兄弟也是没扛住。GX 的这个近点，今天是都不想混战，外面枪线太多，都在烟里面混着。车炸了，炸掉一个。他打的烟里面是打了一个 ，PP 还有一个在背后也被发现了。刚好烟快散，拿下来了。是的，还要扶下队友，队友是被这个载具爆炸给炸倒的。LG 只有一个彼此，得找几辆好的车，提前找好。两辆车应该是能找到，多的车应该估计不多了。哎呀，那如果是把普利克利给击倒，还能救。烟很多，这里的包特别多。是。歼击天霸，包括 PP 烟呢？只补了一颗啊，其他烟都要散掉了，要走了。蓝圈要来了，北边一直在响枪，会不会去北边劝架呢？这是机会啊，对 LG 来说，去了，他去了，这是个机会，而且哎呀，路上掉下来一个，只剩下路一个人，
勇猛冲锋，带着全村的希望。他一个人来，队友呢？不是，剩下两个队友车没开动，还在那个坑里面刨的。我服了，这个真的是脱节脱啊，大胯了这。但凡一，但这个右上角也只剩一个人了。嗯，只差两分了。就看亚 Q 的连狙准不准？车要炸了！哎呀，这把好像也很难啊。哎，当心！他站不下了，因为他就退不回去，这个车这么一卡他就退不回去了。是的，李经济就差两分就这么难吗？这个雷哦，四兄弟一把草好像是不够，这个火、哦、火烧连营，没办法，四个人都在火海当中 PO 一穿刺，这波很高光，然后顺便还雷倒了 DG9 Evan 他冲脸了，他也来了一颗雷，雷要贴近点扔，哎呀，这个雷你不，你贴进去扔它不香吗？啊！我求求你千万别打篮球，真的求求你了，是。啊！这个操，这雷，他两颗雷，一颗闪，啊，三颗全扔过了。你给他视角的时候，他已经弹出来一颗了。不是你这贴脸上扔它不好吗？我真受不了了，兄弟，这么近。就是垃圾桶在你脸上，你这个纸团子都扔不进去。哎呀，二十二本来把 BGP 处理了，今天是有机会往上冲的。费子已经来了六十分大关，费子基本上也锁定一个名额。那他应该就不能对了，对了他对太容易倒了，嗯，对不了枪了。他要不跟队友换一下？啊、哎呦，他准备换位，你看丁瑞已经在跑位了，他准备要跟 AZ 换位的。在换位的老 PO 又来了，哎呀，这是被 Fax 发现了。Degree 被二十二偷了一波，是太近了。确实，费子进了这个坑之后就很难去还手了。有还有一个没投的 AZ。DG 九八在南部跟对方正面交锋，费子又倒一个，无掩体直接跟拉，后面有队友架枪，直接提前枪搭过来，怎么跳了一下？还好送点补枪。BGP 这把大概率吃了。嗯，因为坑里面二十二跟 Face 依旧是在打 1v1 battle， 还没打完。AZ， 二十二还在处理 Face 最后一个。过点被 DG 九八发现了。四打一打一，四打一打一，这样的话 BGP 吃下这一击，基本上应该是可以毕业。嫖吹狂喜，小大于哀。哇、哦，是这次世界赛 BGP。